等下你外套不穿啊？开始，开始。我怎么用？你就用你访客的身份。你手机你拿就好，拿我拿我拿。对，那我这边。弟弟，你的搞定了吗？你搞定了吗？哎，我手机在，还帮拿。嗨，大家好，我是兜边。嗨，我是妞。对，今天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直播。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很多就是旧款，或是很多是我们的新款。那这一件黑妞身上这件外套是我们强势回归，我们去年有卖过，可是我卖得非常好。那今年呢，我们再重新又再上架一次。那这件外套我们说卖得很好，是因为我觉得它长度够，它不是到这边，它是到这里。对，那呢，它的毛，它的毛料是属于海毛，海马毛的，买好是不是太毛？对，马海毛不是记不得马海毛。对，那它穿起来就是其实它蛮舒服的，然后会保暖，对，很温暖。可以看它看一下，长度到这边。然后呢，它身上呢裤子也是我们的新品，它的裤子弹性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看到看不到，可是它可以拉很开，对，它你要它深蹲都没问题，对，要它弹性很好，然后我觉得它这样，有吗？不要动，不要动，对，它其实蛮实穿的，可以穿着做瑜伽，对。那我觉得这件其实，因为它一上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小帮手都很喜欢。因为它非常实穿，就是我们也有卖一件黑色的那一件，就有点前面有破洞那一件。可是我觉得这件它的弹性更好，对，再好再好。然后呢，再来呢，它身上的这件的这一双鞋子，它鞋子其实我们也上架一阵子了。那它有黄色，还有黑色，那还有一个是粉色。可是粉色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没有现货，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拿这两双出来。那黑色其实是蛮多人就是会购买的商品，只不过我觉得黄的其实搭配很多衣服，我觉得其实是蛮跳蛮抢眼的。那它为什么我们会组队，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跟你看起来算高，它算高，可是其实它是稳的，它是厚的，它是很稳，所以其实你走起来你脚不会觉得很酸很不舒服。那它虽然是尖头，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走一直往前这样凸到前面，然后让你脚趾头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双也很适合可以戴。小编，我要抽奖。对，好，我都忘记重点。这个包呢，是我们在巴厘岛杀价出来的一个藤编包。那因为黑妞为了感谢就是大家粉丝对我们的支持，所以这个包呢，只要在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里面，就是按赞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再加截图一张你喜欢的一件商品，然后到我们的下方留言，然后在三天后的中午，礼拜五的中午，我们就会抽奖。然后送出这个藤编包，对，你看，这不是我们家的商品，就是我们在巴厘岛买回来送给大家的礼物哦。好，这样。然后再来呢，下一件就是外套。这一款的外套呢，也是我们的热卖款，其实应该卖了好几百件有了吧？嗯，对。那它为什么说会卖得很好？是因为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驼色，一个是黑色。那它长度其实它也是长版，跟刚刚那一件是差不多的。它是针织，可是它会暖的原因是因为你仔细看，其实它是不怎么透光的，所以它代表它针织是很紧密的。对，然后它摸起来其实有点厚实，然后蛮舒服的。那这件我，对，所以我就是小帮手们就是。黑妞买回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这一件，然后大家都是抢着买，是因为长度真的够，然后又保暖。对，那还有两色，黑色跟驼色，要不要穿一下黑色？好啊。那如果大家对商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提问，那我们都会回答你们。这是黑色穿起来的样子，那黑色其实也蛮实穿，因为其实我觉得秋冬的颜色就是比较属于暗色系，那黑色其实 很推大家。对，好，然后呢，下一件就是我们今天上架的吗？对，今年第一件，今年第一件的大衣外套，对，今年第一件大衣，大家看一下哦，它外面是格子的图案。然后呢，里面是有一点点微微的铺棉，对，所以其实这件穿起来它会保暖，它不是只是单纯的大衣，而且它蛮厚实的，对，它是有点重量的。那请黑妞穿给大家看，时尚吧。它可以插口袋，你看黑妞这样搭，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它这个上面是有点黄色的格子，黄色的线条，如果它换成。换成那个黄色的这一双，其实也是蛮搭的。你要换给大家看吗？嗯，不要。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外套身上有任何的颜色，其实都很适合。看你的鞋子要搭什么颜色，我觉得都蛮适合的。我觉得今天外套真的很值得买。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只要今天按赞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再加截图我们的任何一套衣服，你喜欢的衣服到我们的留言的下面，我们就会送巴厘岛，我们会抽奖，就是三天后抽奖，粉丝团抽奖，选我选我选我，这个质量真的超好的，我们自己也会哦，我们自己也会按赞跟分享哦，对，这个质量真的很好。反正你就买回去试穿嘛，试穿之后就知道了。对，好，然后下一套呢，这一件也是我们去年小帮手包货包到手酸、手发炎、直灾的一套外套。哦，对，这怎么那么亮？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热卖？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材质外面是有点就是毛料毛毛的感觉，那摸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它有。灰色跟黑色，那里面呢也是有铺棉，所以其实它非常保暖。黑妞那时候好像有穿去北海道，对，她北海道里面就穿这个。那当然去那个冰岛，对，有穿在冰岛。那如果真的很怕冷的，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之后会再推我们去年款的一个高领的刷毛的内搭的上衣，对，其实穿里面就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保暖。穿给你们看。是不是超时尚？对，这是灰色，那还有一件是黑色，另外一款是黑色。这件去年真的卖得很好，因为它真的很厚，然后所以我们在包货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塞衣服。嗯哼，对，有时候可能一件外套加一件衣服，我们可能就要装个箱子了。嗯哼，对。那这件非常保暖，那比较大尺寸啊，男生可以穿。对，嗯，就是黑妞的老公那时候好像有穿，一起穿嘛，对不对？拍照。对。它其实就是搭起来就是这样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哦，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你。然后要按赞分享我们的直播，外加截图任何一件他穿的衣服或是我穿的衣服，然后到我们的留言下面，我们礼拜五就会中午会抽奖，抽这个的藤编包。小帮手，有客人询问说白色的穆勒鞋有卖吗？有，这个等一下会介绍，我们有白色以及黑色的商品。对，我们等一下会一起介绍。对，白色跟黑色。那我觉得其实，哦，我这套衣服待会一起介绍。那鞋子呢，我们待会也一起介绍，好不好？好，那我要
下去换过膝靴，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推我们的靴子，所以说黑妞要换靴子给大家看。好，然后再来我要介绍我身上的这一套衣服，就是我们今年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件衣服。那这一套呢，其实一开始我也很喜欢，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很看腻我们的洋装，我们的度假风，可是今年的这一套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女生也可以走很帅气的风格。那这一件就是它其实衣服是我自己的上衣，那外面就是外套外加裤子。那这件为什么，其实很早之前黑妞就拍了这一件，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上架，是因为它真的很厚，对，它是属于厚的，它不是很薄，它是那种毛呢的材质，它不是西装的材质，是毛呢的材质，所以其实它会保暖的。像我现在穿上，其实我已经在流汗了，对。然后它是粉红色的条纹，然后灰色的底，对，然后裤子一样，然后它裤子是没有伸缩的，它就是一般的就是扣子的这一种，它是没有伸缩的。那裤子呢，它是属于那种顺身的，它不是整个是很贴很贴很贴的，那是九分裤。然后呢，最主要是我觉得它很可爱，是每一套的这个，它都会送这个四个，会送这四个。对，都会在里面。那这个东西呢，是那种小胸针、小别针。对，那你们可以自己，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弄这么多，觉得很花，其实你们可以自己拿下来，你们想要用几个都没有关系。对，然后再来这一双，这套衣服我蛮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今年很流行这种穆勒托。那这种穆勒托是因为很方便，是因为你不用穿鞋，你不用穿袜子。对，那这样子就是很随性，你要进出方便。进出哪里都很方便，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穿起来就是整体看起来很时尚。那鞋子的话呢，我们有分白色跟黑色。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这一套，如果你要换黑色，我觉得也是很搭整体的感觉啦。那就是看你喜欢什么颜色。对，那我自己呢，我是偏好黑色，因为我觉得黑色的鞋子比较不容易脏。对，那穿起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推。那大家对于这套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发问的，都可以发问哦。它有两个口袋，侧边一个，这边也有一个。对，它是两个口袋，那裤也是两个口袋，它蛮深的。对，然后后面是没有口袋的。那今天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要按赞加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再加你截图，你喜欢你现在的哪一套衣服，我们介绍哪一套衣服，那我们就会送我们去巴厘岛替大家抢购的藤编包。对，背起来是这个样子，很好看，我们自己都有买一个。好了，我要送进去了。那接下来黑妞呢，已经帮我们换了靴子。那这个靴子呢，为什么我们会很推的原因，是因为为什么会很推，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它不是拉链，它是装饰用，它是拉不下来的。然后里面呢，它是皮料，可是我觉得它这，如果你今天是皮肤的话，你触碰到你的皮肤的话，其实它是不容易滑，因为其实大家有看到黑妞照片，应该知道说它的腿是很细的，所以我们只要每次买一双靴子回来的时候，其实它都会试，它都会在那边跳啊，那边走啊，走一整天，要尝试说它不能掉下来，因为如果会掉下来的话，其实它就不会卖给大家，因为其实黑妞都有在替大家做品质的把关。对，然后所以，而且重点是它很方便的穿脱，是因为你这样穿脱是怎样？这边它是侧边的拉链，对。穿点脱给你看，它就是这样，正经正正正。重点是出国超方便的，就这样携带而已，超方便的，就不用像传统的过膝靴，就是你行李要好大的空间，你其他东西就带不进去的。蛮推这一件。黑妞，请问你穿什么尺寸？38，它尺码正常。哎，请问现在是在问我的鞋吗？鞋子对对对对，尺码正常。而且它收在行李箱很好收。对，它就是这样，你随便折，就随便这样折一折，就这样就可以塞进去了，就这样。其实它非常非常的不占空间，然后它皮料很好摸，它是有点那种鸡皮的材质，然后它是有弹性的。
对，那黑妞的脚因为它很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脚都不会掉，所以正常人的一般的女生的腿围的来讲，应该是不太容易掉。好尴尬。好，那刚刚冰冰呢有问我们说想要问哪一套衣服的价钱，你可以在上面再讲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回答你，因为可能我们换太多套。对，结束了，超方便。好看好看。那如果有些女生想要内增高或什么，其实里面可以自己在家选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嗯，然后再来呢，她身上这件皮外套，那因为秋冬一定要有的就是皮外套。那我们今天要推的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跟一个是酒红色。对，那黑色跟酒红色的差别就是这一件是质感是比较厚一点点，那这一件是比较轻薄一点点。对，那一样都是我们都是合成皮哦。对对对，那里面其实内里的就感觉材质都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我觉得皮外套就是搭一个型，有没有型，然后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再问你的套装，再问他的套装哦，我这一套吗？哪里要重新价钱哦，价钱我穿 M 号，哎，讲身高体重哦，160，我穿 M 号，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对，这个其实真的很穷啊，真的好不好？介绍这个，他这个请我们私讯。哦，好，那价格的问题呢，小帮手会在私讯你们。哎，这一套如果配那个牛仔裤，1680，这一套1680，外套加裤子，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这个材质是真的不是一般的西装的布料。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是真的可以入手，因为我真的超喜欢这一套。对，那外套刚还没讲，它是皮外套，然后它这边是有两个口袋，对，手都可以插进去，两个口袋。哇，热哦。那它这边是有点做可以腰身的感觉，如果它整个是拉起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是有腰身的这一件，它这件很薄，很轻薄，然后很舒服，它皮料很舒服。好热哦，对，就这样。那这边是很帅气，扣起来的，就帅气，就感觉他可以骑马，感觉我要去骑重机，对，或者骑马之类的，这样。OK， 换酒红色给你们看哦。好，那一样再提醒大家哦，如果大家想要参加我们的藤编包的抽奖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分享加按赞我们的粉丝团，就是我们这次的直播，在截图你喜欢哪一套的商品在下面，我们礼拜五中午就会抽奖。好，那第二，然后再来他换的酒红色的皮外套，这一件呢是比那一件的料子稍微再厚一点点，然后它下面呢是多一个这个腰带，它是可以让你有一个造型可以扣起来。远一点啦，我害羞。然后它是可以扣起来的，就你可以再扣紧一点。因为我觉得黑色皮外套，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看得很腻，虽然它很实穿，会看得很腻。可是我觉得这个酒红色系列是属于比较暗色系的，然后你搭配牛仔裤，不管是黑的、黄的，或者是任何的颜色，对，我觉得都是很好看。我好热哦。对，它背面穿起来是这样，它其实穿起来也会有点腰，有腰身的感觉，然后打开也是一样很帅气，就是这样穿，里面只要随便穿个白色的、黑色的，我觉得都很好看。对，那大家有任何对服装上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发问，对我有问题也可以。小编，客人问说你的身高体重还有你身上穿的是什么尺寸，可以再跟他们介绍一次吗？我160/51，然后呢，我穿不要笑，然后我穿的是 M 号，对，裤子穿起来我觉得就是它还是有点松松的，那最主要我觉得就是裤头是可以的，刚刚好，对，它就是这样松的，其实我要这样蹲啊，这样坐啊，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它的肩宽也是刚好，很适合我的肩宽，对，那这个不是定做，反正尺寸就是这样，只是我觉得对于我刚刚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一件，这个也是我们这周今天吗？上礼拜上礼拜上的新款。
那因为我觉得除了外套以外还是要有个背心，其实它这个背心来讲，因为暗色系，然后又是牵牛格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当。你看黑妞今天穿的是，因为她除了换鞋子以外，她没有再换过任何东西，对，就是上半身的外套跟背心一直在换而已，所以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百搭。那外面呢就是这种布料的格林纹，对，那里面的话呢，它就是这种刷毛，它的毛料是很好摸。那有时候客人啊刚收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它会掉毛，很正常。如果你建议你如果你收到之后，你如果你发现尺寸不对，尺寸不对或者什么话，就是你可以写信跟我们客服或是私讯小帮手跟他讲，然后我们可以帮你更换尺寸。但是如果你尺寸确认后，它当然会掉毛嘛，那我建议你下水洗过一次后，它其实基本上它在穿它就不会掉毛了。对，那有任何的问题都请你第一时间询问我们的小帮手或是私讯。对，不要先下水后然后才要换尺寸，因为下水后我们可能就不能再更换了。然后这个其实用洗衣机洗就可以了，因为我就是用洗衣机洗，因为黑妞这件已经洗过，今天带来的她用洗衣机洗，就这样。然后它背面是整个是整面是刷毛的，它非常好摸，对，大家这样看应该看得出来很好摸。然后帽子呢是格林纹的，那里面呢也是刷毛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穿起来很暖，就是像它这样搭，你里面如果搭个白色的也可以，因为黑白格嘛，搭个白色的，我觉得这样整体都好看。你今天不管穿这样，或是穿我们刚刚的靴子，或是它搭穆勒托任何一个颜色，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看的。嗯哼，好，然后再下一个，哦，好热。下一个是我们的风衣外套，那今年呢流行的元素一定要有的就是豹纹，我们有推了很多豹纹的商品，那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推很多豹纹的商品，因为豹纹的单品其实你只要一个豹纹单品搭配一个好看的鞋子或是靴子其实就是非常有型。那这件外套呢为什么很推，是因为它是属于防风外套，它很薄，它是很轻薄的那种，你往侧面看，它很薄，它是防风外套，可是它穿起来的感觉会让你感觉有种蓬松感，它不是整个是合身的，它是让你有蓬松感。然后它做的比较特殊，是因为它这边做一些豹纹的图案，然后袖子很特别，它这边是有伸缩的，让我们看到有伸缩的，对。然后宽宽的，它整件都是属于那种做起来宽宽的，然后蓬松感。其实你里面如果再加一点比较厚的衣服，如果冬天有些人骑摩托车啊会比较冷，你穿一点厚的衣服，其实这件都一定是还是穿得下，因为它是做蓬松感，它不是让你合身的。你要不要拉起来给大家？好啊。然后它有一个帽子，可是它的帽子是布料的帽子，不是那种风衣材质的帽子。对，穿起来有没有？它穿起来就是整个还是蓬松的。那里面是没有铺棉哦，它完全就只是很薄的防风的材质。嗯，对。然后如果帽子戴起来，好热，我知道你一直在流汗。对，戴起来就这样。对，很好看。他好像嘿，你有去宜兰那边，他有拍照，对，爬山，他就穿这样子，因为防风嘛，身上有点冷。对。那一样再提醒大家，就是把我们的直播的这个网页，然后按赞加分享，再加截图你喜欢黑妞换的衣服，以及或是我这套衣服的哪一件，那留言在我们的粉丝团下面。然后我们礼拜五的时候中午就会抽奖这个藤编包。小编，你的背面可以到镜头前给好啊看一下吗？我的背面就这样。现在几分了？好。现在52分，就这样，20分钟。它的强度大概是可以遮到屁，遮到屁股左右，那我觉得很好看。这件非常非常的热卖，对，我转一圈给大家看。对，这样我转一圈给大家看，这样。好，那我来介绍。哦，好热。就是我觉得女生可以穿这样，其实也不失你的帅气，可是它又带点粉红色的线条，对，我觉得很推这一件。然后再来呢，黑妞因为她在换她的鞋子，那粉丝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哦。Sherry Xu 她问说，刚刚毛外套可不可以再穿一次？请问是哪一件毛外套呢？可以穿给你看哦。那个 Sherry Xu 对。
刚刚你有问一下毛外套，想要再请我们穿一次，您说的是哪一件呢？我拿一下，我再猜，我们毛外套应该，这一件，或者是他第一次穿的，刚第一件穿的，蓝色的这个，跟我们的灰色，是哪一件呢？说什么？他是要看穿是不是？对。他想要再穿一次，那我请，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我请黑妞多穿一次给你们看。这件蓝色呢，就是强势回归的这一件。嗯，这件是均码，它没有分尺寸，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身形线，对，没有什么身形线，是因为它这边其实也没有扣子，它就只是一个搭造型，但是它会保暖的一件外套，超暖的。没关系，等一下都穿。因为可能刚开始粉丝都没有看到他这样子。好，这所以蓝色一件事，然后它是均码，所以没有什么尺寸的限制。这蓝色很神秘，我们知道。对，就只有一个颜色，也蓝色。嗯，那穿灰色。那灰色这一件呢？那我灰色嘛，好。真的超热。这一件你穿是不是尺寸偏大？我穿什么 size？ 你应该穿 S， 我帮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哦，他穿 S。对。所以其实因为黑妞平常他穿的尺寸是 M 号，对。那他这件拿 S， 代表说其实他是属于比较偏大的材，偏大的衣服。嗯。你可以搭起来给大家看。这件里面其实可以再藏我们去年很热卖的羽绒外套，可是那个羽绒外套到十一月中才会。你是超热的，超热的。我去北海道就穿这，我真的快热死。你看哦，他平常都穿 M 号的，可是他现在穿 S 号，他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嗯，对，你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他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拉，里面可以再塞衣服。你看哦。所以代表这一件其实平常穿 M 号的女生，她可以带 S 号，就是都小一码。然后我老公穿 L 号，他17365，他可以穿 L 号，所以我们可以穿情侣服。对，我现在拍给大家看。男生通常不喜欢穿的太过于合身，对，所以通常会尺寸比较大一点点。嗯，它里面外面是毛茸茸的，里面是铺棉，那它会有黑色跟这个铁深灰色、铁灰色之类的。对，那这个今年我觉得冬天应该大家都会去出国或者去欧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的推荐，而且也很有型。然后官网上啊，伦伦的照片跟我伦伦去冰岛的照片跟我去北海道的照片都上去了，大家可以去看哦。对，再转一圈，然后它是有帽子的，然后它的袖子这边是做这种伸缩的。手伸出来，对，它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在，比如说你想要穿到这边太热，然后把它拉下来都是可以的。好，那还有没有对哪一件衣服想要询问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留言。小编，我想要穿你的外套。不要。你如果想穿，可以吗？我穿这样比较适合啊。你为什么要穿我外套？你去随便穿一件啦。我穿每一件都不搭、啊，我的裤子。也是，可是那个外套看起来裤很好看哎、欸啊。你这边还要介绍？不用，真的不用介绍。不然那个你外套脱给阿妮，阿妮穿一下豹纹外套戴。不行啊，可是他这样很怪。你要穿吗？我就乱穿外套、啊。好啦，这个啊，好热，我也好热，你就平衣啦，穿不搭啦。有人想看豹纹外套。豹纹外套。豹纹外套。现在是想要偷懒都不行。这件外套呢，也是一上架大家都疯狂的订购，一样，因为我们是今年秋冬一定就是要走豹纹风。那这件外套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型，是因为它是针织的材质，那它也不是属于很合身的外套。对，像它比如说它把扣子它整个扣起来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宽松感的，你里面衣服要怎么穿，其实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外套会不会变紧啊，会不会变怎么样，会不会变形。对，我觉得这件，然后它这样就走路，这样让它就是很热，松松的这样子穿，有没有？它其实它可以整身穿任何的外套都很适合。我帽子这样戴对吗？那我们这个帽子啊，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比较豹纹的驼色，然后另外一个是灰色。毛毛外套是哪一件？这件吗？灰色，对，175，穿 L 号啊。哦，175穿 L 号，对，反正这针织外套就是，它好像还有别的颜色外套，所以大家对它有两个颜色。那其实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那怎么穿？你搭配裙子，搭配短裤，搭配长裤，我觉得都很适合。那这个帽子呢，也是秋冬一定要有的，因为它也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豹纹的颜色，另外一个是灰色，灰驼色。那如果比较想要低调一点点的女生，我觉得很适合灰驼色。我看一下现货有没有灰驼色。嘿妞 ，Amber 跟于杰说想要看你穿西装外套哦。